他犹豫着，一直没说。什么？川崎要毕业了，你这否认呢？稀奇过来。真的好尴尬。我看的云里雾里，川这是表白了。走得好敷衍，随便七七想吧，他俩还是需要互相沟通，找川好好聊，比在这问我们管用多了。也走了，不知道他俩各自都咋想，真的要毕了。